超越完成了吗？超越在哪里？有谁是络腮胡？络腮胡有点难找吧？你们身上有笔吗？够不够络腮？借我一件红色的衣服。谢大哥，来，在哪里？哇，哎，你这个也可以，等等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你这个很厉害，可以，那样满意吗？我太满意了，完成了。哎，手机拿过来，拍照。哎，我有创作欲了，你俩躺一块去。我俩躺一块。躺，快躺下。躺下，躺下，我躺下了。杨超越，没事，别叫他了吧，我，你没地儿坐。那行了，我也行了。小丁来了，很松软的，他的，哎，他的味道真。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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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为什么我总就是要不吃水煎水？我尝尝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味道一点没变？哇哇，你很难变啊，哈哈，是被压扁了。换一种形态存在于这个世界上。这土豆好好吃。那个是额外花钱的，管一下团员。哦，那我管一下试试。别吃了，别吃了。他很比较感兴趣。不是无所谓，咱们现在不用浪费啊。我害怕。别怕，就害怕就往前倒，给我锁喉。啊，帽子好像戴了也戴了一个。你还好吗？我还好。怎么样？嗯，唠不唠腮？可以。我当时想说，稀有缘分好找，络腮胡难。你说这怎么找？对。络腮胡和七种颜色，然后有橙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牛奶色、米色，还有头发的黑色、红色搭在身上。络腮胡，黄。